今或无罪，臣下所侵辱。有司吹毛求疵，痴服其臣，使振其君，多自以清冤。建元三年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来朝。天子置酒，胜闻乐声而泣，问其故，胜对曰：“臣闻悲者不可，泪兮；思者不可，叹息。故高见离即注意。水之上，今可知低而不实。庸门子衣为盈，孟尝君之于矣。今臣心节日久，每闻幼渺之声，不知涕泣之痕迹也。夫絮飘山，俱闻尘雷，朋党之虎，食夫饶锥。是以文王居于有礼，孔子恶于臣采。此乃真树之风尘，曾几之生害也。臣身远欲寡，莫之先口硕金，积毁削骨，从轻折轴，与何非肉分金缝罗，潸然出涕。臣闻白日晒光，幽影接照，明月耀夜，闻蒙萧剑然云真烈步踏明昼昏，尘埃不复，寐不见泰山。何则？物有弊之也。今臣庸恶不得闻，谗言之徒风声，道辽路远，岑莫臣闻，臣妾自卑也。臣闻涉溪不贯，污鼠不熏，何则？所托者然也。臣虽薄也，的蒙肺腹，胃虽卑也，的东藩属右称兄。今群臣非有家福知亲，鸿毛之众，群居党义，朋友乡，使夫宗室并阙，骨肉兵士，思伯其所以流离，彼干所以横分也。诗云：“我心忧伤，逆焉如岛，假寐永叹，唯忧用老，心之忧矣，趁如疾首。”臣之谓也。据以力所亲闻，于是上乃后诸侯之礼，沈有司所奏诸侯事。PG 719。家亲亲之恩焉。其后更用主父眼谋，令诸侯以私恩自列的分歧。子弟而汉，定制封号，折别属汉郡。汉有厚恩，而诸侯的稍，自分析若小云。甚人乐九好内，有自百二十余人。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：“兄王专戴笠治事，王者当日听音乐，欲声色。”赵王亦曰：“中山王旦奢淫，不佐天子抚循百姓，何以称藩臣？”四十二年薨。子哀王昌嗣一年薨。子康王昆池嗣二十一年薨。子请望福嗣四年薨。子献王福嗣十七年薨。子怀王寻嗣十五年薨。五子爵四十五岁。成帝弘嘉二年复立。献王帝孙立乡侯子云客是广德夷王。二年薨。五子爵十四岁。哀帝复立云客帝广汉广平王。薨无后。平帝元十二年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广德王奉晋王后。王莽时爵。长沙定王发母唐姬故陈姬侍者。景帝召陈姬，陈姬有所避不愿进，而是侍者唐而使夜进。上罪不知以陈姬而信之，遂有身以乃绝非陈姬也。即生子因名曰发
以孝。景前二年立，以其母为吴宠，故王卑师平国。二十八年薨子，代王雍嗣。二十七年薨子，请望父渠嗣。十七年薨子，剌王简德嗣。宣帝时作列纵火凡民九十六家，杀二人，又以县官事院内史叫人诬告以弃世罪，削八县，罢中尉官。三十四年薨子阳王旦嗣。二年薨五子绝岁于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帝宗室。孝王五年薨子鲁入嗣。王莽时绝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。十三年薨子谋王其嗣。四十四年薨初其有幸臣陈惧以而有罪，欲诛惧，惧王其因擒其宗族，惧怨王，乃上书告其与同奸。事后其数告言汉公卿及姓臣所忠等，又告中尉蔡鹏祖卜子明，骂曰无敬入众矣，有私暗厌，不如王言，何其诬枉，大不敬，请细致。其恐尚书愿与广川勇士奋及匈奴，尚许之，未发，并薨。有 PG 720私请出国奏可。后数月下诏曰广川惠王于朕兄，朕不忍绝其宗庙。其以惠王孙去，广川王去即谋王其太子也，师授以论语孝经皆通，好文辞，方济博弈畅忧。其殿门有陈庆化，短衣大长剑，去好之，作七尺五寸剑，被俘皆笑焉。有幸击王昭平，王的余许以后去长吉，击阳城昭信，世事甚景，更爱之。去与的余戏的袖中刀，吃问状，服御与昭平共杀昭信。吃问昭平不服，以铁针针之，强服，乃会诛。姬去以见自己的鱼，令昭信及昭平皆死。昭信曰：“两姬必且谢口，复绞杀从毕三人。”后昭信病，梦见昭平等以状告去。去曰：“汝乃复见为我，独可翻烧耳。”绝出师，皆烧灰。后去立昭信，后信击陶望清、修弥夫人、主曾伯、崔修臣、明真夫人、主永相。昭信复赠望清曰：“与我无礼，衣服常先于我，竟取善增盖诸公人。”去曰：“若属恶望清，不能减我爱，设闻其淫，我哼之矣。”后昭信谓去曰：“前化公化望清舍，望清坦替复粉其谤。”又数出入南户窥狼吏，已有奸。去曰：“善思之，以故亦不爱望清。”后与昭信等饮诸鸡皆是。去望清作歌曰：“被尊章嫖以乎，谋屈其岂自觉，行周流自生患，量非望今谁愿，是美人相何歌之。”去曰：“世中当有自知者。”昭信之去以怒，即污言望清立指狼立卧处，拒之其主名，又言狼中令警备已有奸。去即与昭信从
诸姬至忘卿所，裸其身，更及之。令诸姬各持烧铁供着忘卿。忘卿走，自投井死。昭信出之，着缢其阴中，割其鼻唇，断其舌。未去曰：“前杀昭平，反来为我。今欲糜烂忘卿，使不能。”神与去共之解，至大祸中，取桃灰毒药并煮之，召诸姬皆灵官，连日夜迷境，复共杀其女弟都。PG 721。后去数召姬荣爱与饮，昭信复赠之，曰：“荣姬是瞻以太不善，以有私。”时爱去赐方领袖，去取烧之。爱恐，自投井，出之未死。吃问爱，自污与衣间。去复细柱，烧刀灼溃两目，生割两骨，削铅贯其口中。爱死，肢解以及埋之。诸姓于去者，昭信折赠杀之，凡十四人，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。宫人未知，莫敢复武。昭信欲善爱，曰：“王使明真夫人主诸姬，淫乱难禁，请必诸姬舍门，无令出敖，使其大弊仆射主永相尽封闭。”诸舍上月于后，非大至九兆，不得见。去怜之，作歌曰：“愁莫愁，居无亲，心重结亦不舒，内服欲忧哀饥，上不见天，生何意？日摧颓，时不在，怨气屈，死无悔。”令昭信生骨节，以教诸姬歌之。歌罢，折归永相封门。独昭信兄子出，陈华夫人的昭系见。昭信与去从十余奴伯饮游敖。初，去年十四五，是师寿，亦师数见朕去，去亦大逐之。内史请以愿，师数令内史尽切王家。去使奴杀师父子，不发觉。后去数至酒，令唱牌裸戏作中以乐。相强和戏唱，拦入殿门奏状，事下考案唱词本，王教修弥夫人忘卿弟都歌舞，使者召忘卿都去对，皆淫乱自杀，会赦不至。忘卿前哼主，即取他死人与都死，并复其母。母曰：“都是忘卿非也。”数嚎哭求死，昭信令奴杀之。奴的辞服。本始三年，乡内史奏状，据言赦前所犯。天子遣大鸿胪、丞相长史、御史臣、廷尉正杂志巨鹿赵玉奏请逮捕去后昭信。至曰：“王后昭信诸姬奴婢政者皆下狱，辞服。有私复请诸王。”至曰：“与列侯中两千石，两千石博士义义者皆已去被虐。”听后昭信谗言，凡烧亨主生割包人，据师之见杀其父子。凡杀无辜十六人，至一家母子三人，逆节绝礼。其实五人在赦前，大恶人众，当服显露以示。至曰：“朕不忍治。” PG 722。王于法亦其罚。有司请废勿忘，与妻子喜上庸。奏可与汤沐一百户。
去道自杀，昭姓弃世。历二十二年，国除。后四岁，宣帝的节四年，复立去兄文。是代王。文素正直，数见王去，故上立焉。二年薨，子海洋。四十五年，作画屋，男女裸交接，置酒请诸父姐妹饮，另养。是画又海洋女帝人妻，而始与姓陈奸，又与从帝调等谋杀，一家三人已杀。甘露四年作废，徙房陵，国除。后十五年，平帝元始二年，复立代王帝相低侯子越，广德王，奉惠王后。二年薨，子赤嗣，王莽时绝。胶东康王继以孝景中二年立，二十八年薨。淮南王谋反时，继为文骑士，司作兵车卒使，战守备，被淮南之起，即立至淮南氏，辞出之。继于上罪轻，亦自伤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。于是上文继有长子贤，母无宠，少子庆，母爱幸，继常欲立之，非次，因有过，遂摩所言。上怜之，立贤，交东王，奉康王。四而封庆，六安王，王固衡山地。交东王贤历十五年薨，是哀王。子代王通平嗣，二十四年薨。子请望阴嗣，五十四年薨。子贡王寿嗣，十四年薨。子婴嗣，王莽时绝。六安共王庆历三十八年薨。子仪王禄嗣，十年薨。子谋王定嗣，二十二年薨。子请望光嗣，二十七年薨。子玉嗣，王莽时绝。清河哀王臣以孝景中三年立，十二年薨。五子国除。常山县王顺以孝景中五年立。顺弟少子交营，数犯境，上常宽之。三十一年薨。子伯嗣，王初，县王有不爱姬生长男，以母无宠故，亦不得幸于王。王后修生太子伯，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、子商，王后熙得幸。即献王极甚，诸幸姬氏病，王后一度貌不常在，折归舍医禁药，太子伯不自尝药，又不速留侍疾。即王薨，王后太 PG 723。子乃至献王雅不已。子树不分与财物。狼或说太子王后令分财，皆不听。太子戴笠又不收续，愿王后急。太子汉使者是献王丧，自言献王病时，王后太子不是。即薨。六日出舍，太子伯思坚饮酒，伯戏即住与女子在池，还城过世，入狱侍囚。天子遣大行迁宴问，逮诸政者，王又逆之，力求捕。伯使人至极痴略，善出汉所以求，有司请诸。伯即献王后修，上曰：“修素无行，使献之罪。”伯无良师父，不忍至诛。有司请废勿忘，喜王伯以家属处房陵，上许之。伯王数月，废国除。月余，天子罪轻，诏有司曰：
常山县王早夭后，妾不和，是聂乌珍陷于不义以灭国。朕甚悯焉。其封县王子平三万户，真定王子商三万户。泗水王请望平历25年薨。子烈王衍嗣18年薨。子孝王申嗣33年薨。子安王雍嗣26年薨。子贡王溥嗣15年薨。子杨嗣王莽时绝。泗水司王商历12年薨。子哀王安氏41年薨。无子。于是武帝连泗水王爵，复立安氏帝贺氏代王，历22年薨。有一父子元乡内史不以闻。太后上书昭帝悯之，抵乡内史罪，立元氏秦王，历39年薨。子立王俊嗣31年薨。子敬嗣王莽时绝。赞曰：习鲁哀公有言，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常于妇人之首，未尝之忧，未尝之惧，幸哉斯言也。虽欲不为王，不可得矣。是故古人以晏安正独王德而富贵，谓之不幸。汉兴至于孝平，诸侯王以百数，律多骄淫失道，何则？审逆放自之中，居士使然也。自凡人游戏于习俗，而况哀公之伦乎？夫为大雅，卓尔不群，何兼献王敬之矣。 PG724 卷54李广苏建传第24。李广，陇西陈纪人也。其先曰李姓，秦时江竹的燕太，字丹者也。广氏世受赦。孝文14年，匈奴大入萧关，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及胡用善射，杀手鲁多狼其常事，数从舍猎格杀猛兽。文帝曰：其广不逢时，令当高祖氏万户侯，岂足道哉？景帝即位，其狼将吴楚反时，削其都尉，从太尉。亚夫战昌邑下，显明以梁王受广将军印，故还赏不行。上古太守数与匈奴战，典蜀国公孙昆邪上泣曰：李广才气天下王双，自负其能，数与鲁雀恐亡之。上乃喜广上郡太守。匈奴亲上郡，上使中贵人从广乐袭兵及匈奴，中贵人者数食其从，见匈奴三人与战，射伤中贵人，杀其妻且进。中贵人走广，广曰：是必射雕者也。广乃从百骑往持三人，三人往马步行，行数十里。广令其骑张左右翼，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杀其二人，身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，以复之上山。望匈奴数千骑，见广以右骑今上山城，广之百骑皆大恐，欲驰还走。广曰：我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走，匈奴追射我力尽，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大军之右不我及。广令曰：前未到匈奴城二里所，指令曰：
皆下马解鞍。其曰：鲁多如是，解鞍及疾，奈何？广曰：彼鲁亦我。走，今解鞍已是不去，用兼其意。有白马将出护兵。广上 PG 725。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，而复还至骑百骑中，解鞍纵马卧。时会暮，胡兵中怪之，弗敢及。夜半，胡兵已，汉有伏军，于傍玉夜取之，即引去。平旦，广乃归其大军。后喜陇西北地雁门中云中太守。武帝即位，左右言广名将也，由是入未央未位而臣部。时时意长乐未位。臣部时故与广聚以边太守江屯，即出击湖。而广行无不屈行臣，就善水草顿舍，人人自便，不及刁斗自卫。莫府沈文书然亦远斥后，未尝遇害。臣不时正不屈行武迎臣，即刁斗，立志君不治民，君不得自便。不时曰：李将军极简易，然鲁促犯之，无以尽，而其事亦易乐之死。我君虽烦忧，鲁亦不得犯我。是时汉边郡李广臣不识名将然，匈奴未广士卒多乐从，而苦臣不识。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，太中大夫仁廉景于文法。后汉又单于以马一乘，使大军伏马一傍，而广骁骑将军，属护军将军。单于决之，去，汉军皆无功。后四岁，广以为卫将军，出雁门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广军，生得广。单于素闻广贤，令曰：得李广必身治之。胡骑得广，广时伤至，两马间落而甚卧，行十余里，广仰死，逆其傍有一而骑善马，赞腾而上胡而马，因抱而鞭马难驰数十里，得其余军。匈奴骑数百追之，广行取而攻射杀追骑，以故得脱。于是至汉，汉下广利，利当广王师多，鲁所生的当斩赎数人。数岁，与故引阴侯平居蓝田南山中涉猎，长夜从一骑出，从人田间引，还至亭，霸陵未醉，喝止广。广其曰：故李将君。谓曰：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？宿广亭下居吾何？匈奴入辽西，杀太守，拜韩将军。韩将军后喜居右北平，死。于是上乃召拜广，右北平太守。广请霸陵尉与惧，至军而斩之。上书自陈谢罪。上报曰：将军者，国之爪牙也。思 PG 726。马法曰：登车不仕，遭丧不服，振履服师，以征不服，律三军之心，同战士之力，故怒行则千里送，威震则万物壮。是以民生报于夷河，威能沾乎邻国。夫报愤除害，捐残去杀，朕之所图于将军也。若乃免官图显，讥丧请罪，岂朕之旨哉？将军骑律师东原，弥结白檀，以临右北平胜丘。广在郡，
兄。奴号曰汉飞将军，避之数岁不入界。广出猎，见草中食，以虎而射之，中食每矢，视之食也。他日射之，终不能入矣。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常自射之。即居右北平射虎，虎腾伤广，广亦射杀之。时见卒，上召广代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广复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。诸将多中守鲁律侯者，而广军无功。后三岁，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聚，以道行数百里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妻子敢往驰之。敢从数十骑直贯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，报广曰：“胡虏亦与尔。”军士乃安。还城外乡，胡急急使下如雨，汉兵死者过半，汉使且进。广乃令持闷无发，而广身自以代黄射其皮将，杀数人，胡虏亦解。会幕，立士无人色，而广亦气自如，亦至军。军中服其勇也。明日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一军，匈奴乃解去。汉军亦弗能追。是时广军几枚罢归。汉法博望侯后齐当死，孰数人，广军自当王赏。初，广与从弟李蔡聚郎是文帝景帝时，蔡姬公至耳。前时武帝元朔中，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及右贤王有功中律封乐安侯。元寿二年，代公孙弘丞相，蔡人在下中。名声出广下远胜，然广不得决意，官不过九卿。广之军力极势，促获取封侯。广与望气王朔与云，自汉及匈奴，广未尝不在其中，而诸望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，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。广不后人，然终无尺寸公仪的封邑者，何也？岂无相不当侯 ？PG 727。邪朔曰：“将军自念，岂常有恨者乎？”广曰：“吾陇西守，羌常反，吾又降者八百余人，诈而同日杀之，至今恨毒此耳。”朔曰：“或莫大于杀以将，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广历七郡太守，前后四十余年的赏赐，折分其系下饮食与士卒共之，家无余财，终不言身是人常原必其善设一天性，虽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。广口少言，与人居则化的君臣，设阔狭以饮，专以射戏将兵，伐绝处见水。士卒不进饮，不进水，不进餐，不尝食，宽缓不苛，是以此爱乐用。其射见敌，非在数十步之内，度不中不发，发即应贤而道。用此，其将数困辱，即射猛兽，亦数所伤云。元寿四年，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吉匈奴，广数自请行上议老不许，良久乃许之，
以前将军。大将军亲出塞，捕虏之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。东道少回远，大军行，水草少，其势不屯行。广辞曰：“臣部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喜臣出东道，且臣解法而与匈奴战，乃令亦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”大将军因受上旨，以李广恕其无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是时，公孙敖新失侯，中将军、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故喜广。广知之，故辞。大将军弗听，令常使封书与广之莫府，曰：“即义不如书。”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，亦向运怒而救。不引兵与右将军时其合军出东道，或失道，后大将军、大将军与单于接战，单于遁走，弗能得而还。南绝目，乃遇两将军。广以见大将军，还入军。大将军使常使持备劳以广，因问广时其失道状，曰：“卿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。”广谓对大将军长史及则广之莫府上部。广曰：“诸校尉王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部至莫府，为其麾下曰：‘广解法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。’”今 PG 728。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喜广步行回远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灾？且广年六十余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矣。遂引刀自尽。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老壮皆垂泣。而右将军独下力，当死，孰遮人？广三子曰：“当户、交、感皆狼，上与韩烟戏，烟少不逊。当户即烟，烟走，于是上已能。当户早死，乃拜交、代郡太守，皆先广死。广死军中时，敢从骠骑将军。广死明年。”李蔡以丞相作赵赐种的杨陵当的二十亩，蔡盗取三顷，婆卖的四十余万，又盗取神道外阮的一亩葬其中，当下狱自杀。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及胡左贤王力战，夺左贤王旗鼓，斩首多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二百户，代广郎中令，请之，愿大将军亲知恨其父，乃即伤大将军。大将军逆会之，居无何，敢从上庸至甘泉攻烈，骠骑将军去病院敢伤亲，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姓上会云路处杀之，居遂于去病死。敢有女，太子中人爱姓，敢男与有宠于太子，然好利亦有用，常与侍中贵人饮，亲临之莫敢应。后诉之上，上诏与使刺虎陷下圈中，未至的有诏引出之，与从洛中以见卓绝泪，欲刺虎上撞之，遂就止焉。而当户有一父子陵，将兵及胡兵败，将匈奴。后人告与谋欲王从陵，下吏死。陵字少卿，少
侍中见张坚，善骑射，爱人，谦让下士，甚得名誉。武帝以有广之风，使将八百骑，深入匈奴二千余里，过居严氏地形，不见鲁还败，其都尉将勇敢五千人，教射九泉，张掖已被胡。数年，汉遣二师将军伐大宛，使临江。武校兵随后行至塞，会二师还。上赐灵书，灵流力士与卿，其五百出敦煌，至盐水，迎二师还，复留屯张掖。天汉二年，二师将三万骑出酒泉，即右贤王于天山。赵陵御史二师将资重，陵召见五台，叩头自请曰：“臣所将屯边。” PG 729，者皆荆楚勇士，其才剑客也，力恶虎，舍命众，愿得自当一对。到栏干山南以分单于兵，吾令专相二师军。上曰：“将二相属邪？”吾发军多，无其与女。陵对摩所视其臣愿以少。即步兵五千人设单于亭。上壮而许之，因召强弩都未露。伯德将兵半道迎陵军。伯德故伏波将军一休灵后惧奏言：“方丘匈奴马肥，未可与战，臣愿留陵至春，据江九泉张掖其各五千人，并及东袭郡击，可避秦也。”书奏，上怒，移陵。悔不欲出而教伯德上书，乃召伯德吾欲与李陵齐云雨以少急。今鲁入西河，其引兵走西河，遮迎之道。赵陵以九月发，出戍鲁章，至东郡箕山南龙乐水上，徘徊关。鲁即王所见，从卓野侯赵破奴故到底受降臣修士，因其志矣。文所与伯德言者云何？据以书对，陵于是将其部卒五千人，出居延，北行三十日，至郡箕山止营，举图所过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骑臣布勒还以闻。布勒召见，道陵将虑的是死力，上甚说，拜布勒郎。陵至郡箕山，与单于相执，其可三万为陵军，军居两山间，以大车营。陵引士出营外，臣前行持戟盾，后行持弓弩。令曰：“闻鼓声而纵，闻金声而止。”鲁见汉军少，直前就营。陵伯战攻之，牵弩俱发，应弦而到。鲁还走上山，汉军追击，杀数千人。单于大惊，召左右的兵八万余骑攻陵。陵且战且引，南行数日，抵山谷中。连战，士卒中死伤，三创者载辇，两创者将车，一创者持兵战。陵曰：“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？军中岂有女子乎？”使军出时，关东群盗妻子洗鞭者随军，促妻妇大逆车中，灵搜的皆见斩之。明日复战，斩首三千余级，引兵东南，寻故龙城到横四五日，抵大泽加尾中。鲁从上风纵火，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。南行至山下，单于在南山上，
使其子将其击临。临军不斗数目间，复杀数千人，因发。PG 730。连弩射单于，单于下走。是日捕的弩，言单于曰：“此汉精兵，及之不能下，日夜饮无难进塞，得无有伏兵乎？”诸当护军常皆言：“单于自将数万骑及汉数千人不能灭，后无以复。”使边臣令汉一清匈奴，复立战山谷间，上四五十里的平地，不能破，乃还。是时临军一急，匈奴其多，战一日数十合，负伤杀虏二千余人，虏不利，欲去，会临军后管赶，校尉所辱，王将匈奴据言临军无后救，射使且进，独将军麾下及陈安侯校各八百人前行，以黄与白至，当使惊其射之急迫矣。陈安侯者，颍川人，复韩千秋，故济南乡，奋及南越战死，武帝封子延年侯，以校尉随陵。单于的感大喜，使其并攻汉军，即呼曰：“李陵、韩延年去将。”遂遮道即攻陵。陵居谷中，鲁在山上，四面射，使如雨下。汉军南行，未至低汉山，一日五十万使皆进，即弃车去。士上三千余人，徒斩车伏而持之，军力持尺刀，抵山入峡谷。单于遮其后，陈于下垒时，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婚后，临便衣独不出营，指左右无随我，丈夫一取单于耳。良久，临还，大喜曰：“兵败，死矣。”军力或曰：“将军威震匈奴，天命不遂，后求道尽还归，如卓野侯鲁所得，后王还，天子克欲之，况于将军乎？”临曰：“公子吾不死，非壮士也。”于是尽斩旌旗，及珍宝埋地中。临叹曰：“复得数十矢，足以脱矣。今无兵复战，天明作兽复矣。各鸟兽散，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。”令军士人持二身背，一半兵，其帜遮鲁张者相待。夜半时，击鼓起事，鼓不鸣。临与韩延年俱上马，壮士从者十余人，鲁骑数千追之，韩延年战死。临曰：“无面，目报陛下。”遂降。军人分散，脱至塞者四百余人。临败处去塞百余里，边塞已闻。上遇临死战，召临母及父，使乡者视之，无死丧色。后闻临降，上怒甚，则问臣不乐不。PG 731，乐自杀。群臣皆罪临，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，迁甚言临事轻笑，与事性常愤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亦不幸，全屈保妻子之臣随而没，其短臣可痛也。且临提步卒不满五千，身柔戎马之地，亦数万之师。鲁就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名共弓为之。转斗千里，使进道穷，是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守真死敌的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
身虽献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报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。初，上遣二师大军出，才令陵、驻兵、吉陵与单于相执，而二师功少。上以迁乌往，欲举二师，陵游说，下迁府行。久之，上悔陵无救，曰：“陵当发出塞，乃赵强弩都尉令迎军。”作欲召之，得令老将身奸诈，乃遣使劳赐陵于军的托者。陵在匈奴遂余，上遣因于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营陵。敖军无功还，曰：“补得牲口，言李陵叫单于，兵已被汉军，故臣无所得。”上闻，于是族邻家母弟妻子皆伏诛。陇西事，大夫以李氏愧。其后，汉遣使使匈奴，临谓使者曰：“吾汉将部卒五千人横行匈奴，以王旧而败，何复于汉而诛吾家？”使者曰：“汉闻李少卿教匈奴兵。”临曰：“乃李旭非我也。李旭本汉塞外都尉，居西侯城，匈奴攻之，旭将而单于客欲旭，常坐陵上。陵痛其家以李旭而诛，使人刺杀旭。大恶事欲杀陵，单于逆之北方，大恶事死乃还。单于壮陵，以女妻之立，右孝王、卫律、丁陵王皆贵用事。卫律者，父本长水胡人，律生长汉，善协律都尉李延年。延年见严律使匈奴，使还，会延年加收，律俱并诛，王还将匈奴。匈奴爱之，常在单于左右。邻居外有大事，乃入邑。昭帝立，大将军霍光、左将军上官桀扶正，素与邻善浅。邻故人陇西任立正等三人俱至匈奴昭陵。立正等至，单于至酒。PG 732。赐汉使者李陵、卫律皆侍坐。立正等见陵，未得私语，即目视陵，而数数自寻其刀环，握其足，因欲之，言可还归汉也。后陵、律持牛酒劳汉使伯尹，两人皆胡服追截。立正大言曰：“汉已大赦，中国安乐，主上富于春秋，或子梦上官少书用事，以此言为动之。”林默不应，熟视而自寻其发，答曰：“吾已胡服矣。”有请律起更衣。立正曰：“多少清凉苦。”或子梦上官少书谢女。林曰：“或与上官无恙乎？”立正曰：“请少卿来归故乡，无忧富贵。”林自立正曰：“少公归意耳，恐在汝，奈何？”语未促，卫律还颇闻于语曰：“李少卿贤者，不独居一国，范蠡遍游天下，由于去容人情，今何与之亲也？应罢去。”立正随卫陵曰：“亦有异乎？”陵曰：“丈夫不能再辱。”陵在匈奴二十余年，元平元年病死。苏建，杜陵人也，以校尉从大将军卿及匈奴，封平陵侯，以将军驻朔方。后以卫尉游击将军，从大将军出朔方。后一岁，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，
王羲侯师君当斩，孰庶人。其后代郡太守、促官。有三子，家奉车都尉、贤齐都尉，中子五罪之名。五字子卿，少以赴任，兄弟病，郎稍迁至宜中就监。十汉连伐胡，数通史相亏官，匈奴刘汉使郭吉、陆冲国等前后十余倍。匈奴使来，汉亦留之以相当。天汉元年，且低侯单于出力，恐汉袭之，乃曰：“汉天子我丈人行也。”尽归汉使陆冲国等。武帝加其意，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，因后陆单于达其善意。武与副中郎将张慎及贾立常会等牧士斥候百余人聚，既至匈奴，致毙夷单于。单于一交，非汉所望也。方欲发使送武等会勾王与长水于长等谋反匈奴中。勾王 PG 733者，昆邪王解子也，与昆邪王俱将汉，后随卓野侯梅胡中即卫律所将将者，因相与谋结单于母恶事归汉。会武等至匈奴，于常在汉时素与父张慎相知，思后慎曰：“闻汉天子甚怨卫律，常能汉俘弩射杀之。”吾母与弟在汉，幸蒙其赏赐。张慎许之，以获物与常。后月余，单于出猎，独二世子弟在于常等七十余人欲发，其一人夜亡，告之。单于子弟发兵与战，勾王等皆死，于常深得。单于使卫律至其室，张慎闻之，恐前与发，以状与武。武曰：“事如此，此必及我。见犯乃死，众复国，欲自杀。”慎会共止之。于常果引张慎，单于怒，召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。左一至资曰：“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家？”宜皆降之。单于使谓律召武受辞，武未会等屈节辱命，虽身何面目以归汉？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持照衣凿的砍至火，覆武其上，倒其背已出血。武气绝半日，复袭会等哭于归营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后问武，而收系张慎。武亦曰：“单于使使小武会论于常，欲因此时降武见斩。”于常以律曰：“汉使张慎谋杀单于进城，当死，单于目降者赦罪。”举荐欲及之，慎请降。律谓武曰：“父有罪，当相坐。”武曰：“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”父举荐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“苏君律前赴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雍，数万马畜弥山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空，以身高草也，谁复知之？”武不应。律曰：“君因我降，与君兄弟，今不听无忌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”武骂律曰：“女人臣子，
不顾恩义，叛主背亲，降虏于蛮夷，何以？女简且谗于性女，使绝人死身，不平心持政，反欲斗两主，官或败。南越杀汉使者，屠九郡；宛王杀汉使者，投献北阙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及时诛灭。独匈奴未尔。若知我不降民，欲令。PG 734。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从我始矣。律之五中不可邪，白单于。单于欲抑欲降之，乃忧吾志大。教中绝不饮食。天雨雪，吾卧蹑血与毡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。匈奴以神，乃徙吾北海上无人处，使目低低汝乃得归。别其官属常会等，各至他所。吾既至海上，领食不至，绝野鼠去草食而食之。帐汉节目阳卧起操持，睫毛尽落。姬武六年，单于帝于前王邑涉海。上武能往访教，秦公弩于前王爱之，给其衣食。三岁余，王病，赐五马畜，服逆穷庐。王死后，人徙去。其东丁令盗五牛羊，五腹穷厄。初，五与李陵聚，事中五使匈奴明年，陵将不敢求五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五至九舍勒，因为五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后，故使陵来说足下，须心欲相待，终不得归汉。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义安所见乎？”前长君奉车从至雍玉阳，公伏辇下厨，处住折元，何大不敬，伏剑自刎，赐钱200万以葬。如卿从辞河东后土，唤其与黄门驸马争船，推堕驸马河，终溺死。唤其亡，诏使如卿主捕不得，惶恐饮药而死。来时，大夫人已不幸，临送葬至阳陵。子卿父年少，闻已更嫁矣。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，今父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潮漏，何久自苦如此？临使将时，呼呼如狂，自痛复汗，家已老。母系保公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临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王长，大臣王罪一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上负谁乎？愿听。临济勿复有云。五曰：“五父子王功德，皆陛下所成就。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，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抚越汤祸，臣甘乐之。臣弑君，有子弑父也。子父死亡所恨，愿勿复再言。”临与五饮数日，父曰：“子卿一听临言。”五曰：“自分已死久矣，王必欲降五，请避今日之欢笑。” PG 735。死于前，临见其至臣，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亦是。”临与未虑，知罪上通于天，因弃下沾巾，与五绝去。临恶自刺五，使其妻刺五牛羊数十头。后临复至北海上，与五屈托捕的云中牲口，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五闻之，
南乡豪窟，呕血，旦夕临数月。昭帝即位数年，匈奴与汉和亲。汉求武等，匈奴诡言武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，常会请其守者与拒，得夜见汉使。拒自陈果。教使者谓单于，言天子设上陵中，得宴足有戏帛书言武等，在荒泽中。使者大喜，如会语以让单于。单于是左右而惊，写汉使曰：“武等实在。”于是李陵至九贺五曰：“今足下骸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化，何以过子卿？陵虽奴妾，令汉且视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分大辱。知机智，庶几乎曹科之盟，此陵素习之所不忘也。收足陵家，是大陆陵上复何故乎？意义令子卿之无心耳，意欲之人一别长绝。陵其五，歌曰：“近万里西渡沙漠，君将西奋匈奴。路穷绝西使任摧，是灭西民以愧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，将安归？”陵泣下属行，因与武绝。单于召会武官属，前已将及勿故，凡随武骸者九人。武亦始元六年春至京师，召武奉仪太守谒武帝元庙，拜典蜀国，至中两千石，赐钱二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常会徐慎、赵忠根皆拜，中郎赐帛各二百匹，其余六人老归家，赐钱人十万，付终身。常会后至右将军，封列侯，字有传。五刘匈奴凡十九岁，始以强壮出，及骸须发尽白。五来归明年，上官桀、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、盖主谋反。五子南元与安有谋，作死。初，桀、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，述书光过失与燕王，令上书告之。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还乃典蜀国大将军。PG 736。常使无功劳，搜素都尉，光专权自恣。及燕王等反诸，穷至党羽，武素与桀、弘扬有救，述燕王所送，子又在谋中，停未奏请逮捕武。霍光请其奏，免武官。数年，昭帝崩，武已故两千石与计谋立宣帝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久之，为将军张安世见武名袭故事，奉使不辱命。先帝已遗言。宣帝及时召武呆召患者数，数进见，复又曹典蜀国，以武者结老臣，命朝朔望，号称祭酒，甚忧宠之。武所得赏赐，竟以施与昆帝故人，加不于才。皇后复平恩侯，帝就平昌侯、乐昌侯、车骑将军韩增、丞相魏相、御史大夫秉吉皆敬重武。武年老，子虔作誓死，上悯之，问左右：“武在匈奴久，岂有子乎？”武因平恩侯自白，前发匈奴时，胡复氏一子通国，有身问来，愿因使者至金帛赎之，上许焉。后通国随使者至，上以郎，又以武弟子
有曹。五年八十余，神爵二年病卒。甘露三年，单于使入朝，上思古公之美，乃图画其人于其麟阁，法其形貌，属其官爵姓名，为霍光不明，曰大司马大将军伯陆侯姓霍氏，赐曰魏将军富平侯张安氏，赐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，赐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，赐曰丞相高平侯魏襄，赐曰丞相伯阳侯丙吉，赐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赐曰宗正阳城侯刘德，赐曰少府梁丘贺，赐曰太子太傅萧望之，赐曰典蜀国苏武，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名者中兴府。左列于方书，赵虎众山府焉，凡十一人，皆有传自丞相黄霸，廷尉于定国，大司农朱毅，今赵尹张敞，又扶风尹翁归，及儒者夏侯胜等，皆以善终，著名宣帝之事，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徒，以此知其选矣。赞曰：李将军循循如鄙人，口不能出词，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皆流涕，比其忠心诚信于士大夫也。晏曰：桃李。 PG 737。不言，下自成蹊，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然三代之将，道家所记，自广至灵，遂亡其宗，哀哉。孔子称治世人人有杀身以成人，无求身以害人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苏武有之矣。 PG 738。卷五十五，卫青获去病传第二十五。卫青字仲卿，其父郑季，河东平阳人也，以县吏给事侯家。平阳侯曹寿上武帝解阳姓长公主，既与主家同为敖通，生亲。亲有同母兄卫长君及解子夫，子夫自平阳公主家的姓武帝，故亲冒姓卫氏。卫敖长女君如，次女少，次女则子夫。子夫南地不广，皆冒卫氏。亲侯家人，少时归其父，父时牧羊，明母之子皆奴畜之，不以兄弟数。亲常从人至甘泉居士，有一前途相亲曰：鬼人也，官至封侯。亲笑曰：人奴之身，得无吃骂即足矣，安得封侯是乎？亲壮，侯家齐，从平阳主。建元二年春，亲解子夫的入宫，信上皇后，大长公主女也，无子，度。大长公主闻谓子夫姓有身，度之，乃使人补亲。亲时给事建章，谓之名大长公主，直求亲，欲杀之。其有其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窜之，故得不死。上文乃召亲见章间，侍中及母坤帝贵，赏赐数日间，累千金。君如太仆公孙贺妻少，故与臣长通，上召贵长公孙敖有此意显。子夫夫人亲太中大夫。元光六年，拜车骑将军及匈奴，出上谷，公孙贺亲年将军出云中，
太中大夫公孙敖，齐将军，初代郡尉卫理广、骁骑将军，出雁门，军各万骑。亲至龙城，斩首虏数百。齐将军敖王七千骑，卫魏广、虏所得的脱归，皆当斩，赎数人，贺亦无功。为亲赐爵关内侯。事后匈奴人侵犯边，欲在 PG 739。匈奴传。元朔元年春，魏夫人有难，立皇后。齐丘亲赴江三万，齐出雁门，李袭出代郡，亲斩首虏数千。明年，亲赴出云中，西至高阙，遂至于陇西，捕首虏数千，处百余万，走白杨楼，凡王。遂取河南的朔方郡，以3800户封亲长平侯。亲校尉苏建平陵侯，张次公按头侯，使建筑朔方城。上曰：匈奴逆天理，乱人伦，报长月老以盗窃物，行诈诸蛮夷，造谋集兵戍边害，故兴师夷江以真绝罪。师不云乎？薄伐险运，至于太原，出车蓬蓬，乘彼朔方。今年齐将军轻渡西河至高阙，获首2300级，车资处必收虏以封列侯。遂西定河南的按于西旧塞，绝子岭、梁北河，讨薄泥，破浮离，斩清锐之卒，捕伏听者3017级。直训获丑，驱马牛羊百有余万，全甲兵而还，亦封亲3800户。其后匈奴比遂入代郡、雁门、定襄、上郡、朔方，所杀略甚。语在《匈奴传》。元朔五年春，令亲将三万骑出高阙，卫尉苏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举、强弩将军、太仆公孙贺、齐将军、代襄李蔡、清车将军，皆领蜀车骑将军俱出朔方。大行李袭按头侯张次公将军俱出右北平。匈奴右贤王当卿等兵以汉兵不能，至此引罪，汉兵夜至，为右贤王。右贤王惊，夜逃，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尺，溃围北去。汉卿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，俘的右贤毕王十余人，男女万五千余人，处数十百万。于是引兵而还，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，及军中拜卿。大将军、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。上曰：大将军轻功率容，是师大捷，获匈奴王十有余人，亦封卿8700户。而封卿子抗，以春侯；子不疑，因安侯；子登，发干侯。卿故谢曰：臣幸得呆罪行奸，赖陛下神灵，君大捷，皆诸效力战之功。PG 740也。陛下幸以一封臣卿，臣卿子在襁褓中，未有勤劳，尚幸烈得封三侯，非臣呆罪行奸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。抗等三人何敢受封？上曰：我非望诸孝公也，今故且图之。乃诏谕使曰：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及匈奴
常护君复效祸。王封敖和齐侯，都为韩说从大军出血征魂，至匈奴右贤。王庭系下伯战祸王，封说龙额侯。齐将军贺从大将军祸。王封贺南炮侯。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祸王，封蔡乐安侯。校尉李硕、赵不虞、公孙荣奴各三从大将军祸王，封硕至止侯。不虞随成侯，荣奴从平侯。将军李举、李袭吉、校尉窦如意、中郎将宛皆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举、袭、如意时亦各三百户。齐丘匈奴入代，杀都尉。明年春，大将军亲出定襄，和齐侯敖、中将军太扑贺、左将军西侯赵信、前将军卫尉苏建、右将军郎中令李广、后将军左内史李举、强弩将军、贤蜀大将军斩首数千级。而还越余西复出定襄，斩首虏万余人。苏建、赵信并军三千余骑，独逢单于兵，与战一日余，汉兵且进。信故胡人将西侯见急，匈奴诱之，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将单于。苏建晋王齐军，独以身的亡去，自归卿。卿问其罪，郑弘、常使安、议郎周霸等见当云何？霸曰：自大将军出，未尝斩毙将，今见弃军，可斩，以明将军之威。弘、安曰：不然，兵法小敌之间，大敌之情也。今见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，世皆不敢有二心，自归而斩之，是事后无反意也，不当斩。卿曰：卿幸得以废父呆罪行奸，不患无威而罢，说我以名威，甚失臣意。且使臣直虽当斩将，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诸于境外，其归天子，天子自裁之，予以封，人臣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官吏皆曰：闪。遂求见行在所。是岁也，获去并使侯。PG 741。获去并，大将军卿解少子也。其父获重如先与少通。身去病，即位皇后尊少更詹氏臣长妻，去病以皇后解子，年十八，世中。善其射，再从大将军。大将军受诏，与壮士票遥校尉与卿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首虏过当。于是上曰：票遥校尉去并斩首捕虏2028级的襄国当户，斩单于大夫行及若侯，捕继父罗姑比在冠军，以2500户封去并冠军侯。上古太守好贤嗣从大将军，捕首虏1300级，封贤中立侯。其干孟以有功，赐爵关内侯，亦200户。是岁失两将军，王西侯，功不多，故亲不易封。苏建至，上服诸蜀数人，亲赐千金。是时王夫人方信于上，宁臣说。亲曰：将军所以功位甚多，身十万户，
三子皆侯者，以皇后故也。今王夫人幸而家族为富贵，愿将军奉所赐千金，王夫人亲手卿以500金，王夫人亲手。上文问卿，卿以10对。上乃拜宁城、东海都尉。校尉张赛从大将军，以长史大夏、留匈奴中久，道君之善水草处，君得以无饥渴，因遣使绝国公，封迁博望侯。去病侯三岁，元寿二年春，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，有功。上曰：骠骑将军绿荣是于乌州，讨修蒲，射胡奴，立武王国，资众人，射折者弗取，己获单于子。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有余里，合短兵敖兰下，杀折兰王，斩卢侯王，瑞汉者诛，全甲获丑，执魂邪王子及相国都尉，解首虏8960级，收修徒祭天津人，失律减17，一封去病2200户。旗下去病与和其侯敖俱出北的，亦道博望侯张赛郎。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，亦道广将4000骑先至，千将万骑后。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为广，广与战二日，死者过半，所杀亦过。当千至，匈奴引兵去，千作行留，当斩赎数人而去病。PG 742。出北的遂深入，和其侯师道不相得，去并至祁连山，捕首虏甚多。上曰：骠骑将军射军旗，既居延，遂征小月氏攻祁连山，扬五呼禄的单于丹桓、囚徒王及相国都尉矣。降下者2500人，可谓能舍服之臣而止矣。解首虏32000，获武王、王母、单于二世、王子59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63人，师大律检13，一封去病5400户。四校尉从至小月侍者绝左庶长。因及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修蒲王，补姬且王，又迁其将的王、王母各一人，王子以下411人，补虏3330人，前行补虏1400人，封破奴从骠侯。校尉高不时从骠骑将军补呼于其王，王子以下11人，补虏1768人，封不时移关侯。校尉仆多有功，封挥渠侯。和其侯敖作行留，不与骠骑将军会，当斩赎数人。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，去病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骑大军，军亦有天性，未尝困绝也。然而诸宿将长流落不偶，由此去病日以亲贵，比大将军。其后单于怒魂邪王居西方数，汉所破，王数万人，以骠骑之兵也，欲召诸魂邪王。魂邪王与修徒王等谋欲降汉，使人先要到边。是时大行李袭江城和尚的魂邪王使疾驰传矣。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，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。去病既渡河，与魂邪、
相望。浑邪必王将见汉军而多遇部将者，颇顿去。去，并乃驰入，得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御王者8000人，遂独遗浑邪。王臣传先一行在所，竟将其渡河，将者数万人，号称10万。既至长安，天子所以赏赐数10巨万，封浑邪王万户，洛阴侯，封其必王忽独尼、夏摩侯、赐回渠侯、秦离、何其侯、大荡户吊虽、长乐侯。于是上家去病之功，曰：“票其将军去病律师真匈奴，西域王浑邪王即绝，蒙贤奔于律，以军粮。皆时，并将控贤万有余人，诸汉劫者虏8000余级，将一国。” PG 743，之王32，战事不离伤，10万之。必怀疾福，人心之劳源。及何塞，庶击王涣，以1700户一封票骑将军。见陇西北地，上郡庶促之办，以宽天下昼邑，乃分处将者干边5郡固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属国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、定襄，杀掠汉1000余人。其明年，上与诸将议曰：“西侯赵信单于化计，常矣。汉兵不能渡牧清流，今大发促，其势必得所欲。”是岁元寿4年也。春，上令大将军卿、骠骑将军去并各50000骑。步兵转者，总军数10万，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。去病使出定襄，当单于补鲁，鲁言单于东，乃更令去病出代郡，令卿出定襄。郎中令李广、前将军太仆公孙贺、左将军主角赵石齐、右将军平阳侯襄、后将军皆属大将军。赵信单于谋曰：“汉兵及渡牧，人马罢，匈奴可作收虏耳。”乃西远北骑辎重，皆以精兵待牧北。而是执清军出塞1000余里，见单于兵陈而呆。于是亲令武冈车自还营，而纵5000骑往当匈奴，匈奴亦纵1000骑。会日且人，而大风起，沙砾即面，两军不相见。汉亦纵左右亦绕单于。单于是汉兵多，而是马上强，战而匈奴不利薄。末，单于遂乘6骡，壮骑可数百，直冒汉为西北驰去。昏，汉匈奴相分如杀伤大荡。汉军左校补鲁言单于未昏而去，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，轻因随其后，匈奴兵亦散走。晦明行耳100余里，不得单于，颇补斩首虏10000余级，遂至血真山赵信臣的匈奴激素10军，军留1日而还，西稍其臣于素已归。卿之与单于会也，而前将军广、右将军石齐军别从东道，或师道。大将军引还过木南，乃相逢。卿欲使使归报，令长使不责广，广自杀。石齐数人，清军入塞，凡斩首虏19000级。是时，匈奴失单于10余日，右谷离王自立单于。单于
PG 744。后得其幼王乃去单于之号，去并其兵车众与大将军军等，而王皮将西以李敢等大校当皮将，初代右北平二千余里，执左方兵所斩不攻矣，多于卿。既皆还，上曰：票骑将军去并律师公将所获昏允之事，曰清机掘大木，设获单于张渠，以诸北车骑转及左大将双，获其鼓力度南侯济公卢，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，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，封狼居胥山，单于孤眼登临汉海，直训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，失率减十二，取十余敌，着行疏远而粮不绝，以五千八百户一封票骑将军。右北平太守陆伯德属票骑将军会新城，不失骑从至桃榆山，斩首不虏，二千八百级，封伯德披离侯。北地都尉魏山从票骑将军获王，封王义阳侯。故归义侯因淳王父陆友、楼专王一及袜皆从票骑将军有功，封父陆之杜侯，一及袜立侯，从票侯破奴。昌武侯安基从票骑有功，一封各三百户。于阳太守解校尉感皆获古旗，赐爵关内侯，解十邑三百户，感二百户。校尉自爵左庶长，军力促官赏赐甚多，而卿不得一封，力促无封者，为西河太守常惠、云中太守遂臣受赏，遂臣至诸侯乡，赐十亿二百户黄金百金，会爵关内侯。两军之出塞，塞越关及司马凡十四万匹，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，乃至大司马卫、大将军、骠骑将军皆大司马定令，令骠骑将军至路与大将军等，自事后亲日衰而去病日亦贵，亲故人门下多去，是去病折得官爵，唯独任安不肯去。去病人少言不谢，有气敢往，上常欲教之无孙兵法，对曰：故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上至地令视之，对曰：匈奴不灭，吾以家也，由此上亦重爱之，然少而事中贵不审视，其从军上遣太官积数十乘骑骸重车 PG 745。余弃粮肉而是有饥者，其在塞外促乏粮，或不能自振而去并上川御园居也，事多此类。亲人喜事退让，以何柔自媚，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。去并自四年年后三岁，元寿六年薨，上道之发蜀国玄甲君臣自长安至茂陵，种向祁连山，是之并武与广的日景桓侯。子善嗣，善字子侯，上爱之，幸其壮而降之，奉车都尉，从封泰山而薨。五子国除，自去病死后，亲长子以春侯抗作法师侯，后五岁抗第二人，因安侯不疑，发干侯登皆作纣金狮侯，后二岁
冠军侯。国爵。后四年，元丰五年，清薨，谥曰列侯。子抗嗣六年作法免。自清为单于后十四岁而卒，进不复及匈奴者，以汗马少。右方南诸两月，东伐朝鲜，及羌，西南夷，已故久不伐胡。初，清既尊贵，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救国，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，左右皆言大将军。主笑曰：此出吾家，长其从我，奈何？左右曰：于今尊贵无比。于是长公主封白皇后，皇后言之，上乃召卿上平阳主，与主合葬，起冢向庐山云：最大将军卿凡妻出击匈奴，斩捕首虏五万余级，亦与单于战，收河南的，至朔方郡，在一封凡万六千三百户，封三子侯，侯千三百户，并之二万二百户，其皮将及校尉侯者九人，特将者十五人，李广、张骞、公孙贺、李蔡、曹襄、韩说、苏建皆自有传。李袭欲治人也，是景帝。至武帝历八岁，才官将军。军马邑，后六岁，将军。初代，后三岁，将军，从大将军。初朔方，皆无功。凡三，将军，其后长，大行。公孙敖，义渠人，以郎侍景帝。至武帝历十二岁，其将。PG 746。军，初代，王卒七千人，当斩，赎数人。后五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封河齐侯。后一岁，以中将军从大将军，再出定襄，无功。后二岁，以将军出北的，后骠骑骑，当斩，赎数人。后二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无功。后十四岁，以英于将军助受降臣。七岁，复以英于将军再出击匈奴，至于吴王室多下吏，当斩，诈死，亡居民间五六岁。后爵，复系坐妻巫蛊族。凡四，将军。李举，云中人，是景帝。武帝历十七岁，以左内史、强弩将军。后一岁，复强弩将军。张次公，河东人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封案头侯。其后太后崩，将军，军北军。后一岁，复从大将军。凡在将军后，做法师侯。赵信，以匈奴相国将侯。武帝历十八岁，前将军，与匈奴战，败，将匈奴。赵石齐，对与人。武帝历十八年，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，斩首六百六十级。元寿三年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金。明年，右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，迷失道，当斩，赎数人。郭昌，云中人，以校尉从大将军。元丰四年，以太中大夫、拔胡将军，屯朔方，还击昆明，无功，夺印。寻至太原广武人，以御剑侍中，用校尉数从大将军。元丰三年，左将军及朝鲜，无功，
作捕楼传将军诸。遂骠骑将军去并樊六出击匈奴，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。浑邪王以将数万开河西九泉之地，西方一少湖口，四一封凡万七千七百户。其校尉立有公侯者六人，将军者二人。陆伯德，西河平州人，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，封披犁侯。骠骑死后，伯德以卫尉、伏波将军，伐破南越，一封骑。PG 747。后作法师侯。强弩都尉，屯居延卒。赵破奴，太原人。常王入匈奴，以而归汉，骠骑将军司马。出北的，封从骠侯，作骤金师侯。后一岁，匈河将军。攻胡至匈河水，无功。后一岁，即鲁楼兰王，后卓野侯。后六岁，以郡击将军将二万骑及匈奴左王。左王与战，兵八万骑，为破奴，破奴鲁所得，遂没骑军。居匈奴中十岁，复与其太子安国王入汉。后作巫蛊卒。自卫士兴，大将军亲手封。其后之属五人侯，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。征和中，立太子拜，卫士遂灭，而获去并地。光贵盛，自有传赞曰：“苏建常说则，大将军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贤士大夫，无称焉。”愿将军官古名将所招选者免之灾。卿谢曰：“自魏齐武安之后宾客，天子常切齿。彼卿呆士大夫，招贤处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职而已，何与招士？”骠骑亦方辞意将如此。PG 748卷56董仲舒传第26。董仲舒，广川人也，少智，春秋孝景时博士，下为蒋宋弟子，传以九次相授业，或莫见其面，盖三年不亏元其今如此，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武帝即位，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，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。至曰：“朕或臣至尊修德，传之往穷，而师之往极，任大而守众，是以夙夜不遑康宁，永为万世之统，犹具有阙。故广言四方之豪俊，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节博习之士，欲闻大道之要，治论之极。今子大夫秀然举手，朕甚加之。子大夫其今心至思，朕垂听而问焉。盖闻武帝三王之道，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，百王痛之。当于是之乐莫甚于韶，于周莫甚于韶。圣王以媒终古管贤之身未衰，而大道为缺，临一至乎竭，纣之行王道大坏矣。夫五百年之间，守文之君，当涂之士，欲则先望之法以待一齐，是者甚，然犹不能反，日以仆灭，至后亡而后止，岂其所持操或被谋而失其统与
故天将命不察复返，必推之于大衰而后。喜语：呜呼！繁琐懈懈，素心夜寐，物法上古者，又将无补。语：三代受命，其福安在？灾异之变，何缘而起？性命之情，或妖或兽，或人或彼，习闻其号，未逐绝理。依欲风流而令行，行轻而兼改，百姓何乐？正是宣昭，何羞何耻而高漏将，百骨灯，得润四海，则真草木，三光泉，寒暑平，受天之护，享贵。PG 749。神之灵，德则洋溢，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。子大夫明先圣之业，习俗化之变，终始之序，讲文高义之。日久矣，其名以喻正。科别其条，物伪物病，取之于数，慎其所出。乃其不正不直，不忠不及，枉于直事，疏之不懈，心于正功，无道后害。子大夫其静心，迷有所应，正将清懒焉。众书对曰：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求天命与情性，皆非于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谨按春秋之中，视前世以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计，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前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大王道之事者，天竟欲扶持而全安之，是在强勉而已矣。强勉学习，则闻见博而知矣。明强勉行道，则得日起而大有功，此皆可使孩智而有效者也。诗曰：夙夜匪解，书云：茂哉茂哉，皆强勉之谓也。道者，所昼视于智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。故圣王以媒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，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乐之时，乃用先武之乐宜于世者，而以深入教化于民，教化之情不得，雅颂之乐不成，故王者功成作乐，乐其得也。乐者，所以变民风，化民俗也，其变民也义，其化人也者，故身发于和而本于情，皆于肌肤，脏于骨髓。故王道虽为缺，而管弦之身未衰也。夫于世之不正久矣，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，是以孔子在其而闻韶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为王，然而正乱国为者圣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咒者非其道，是以正日以仆灭也。夫周道衰于忧利，非道亡也，忧利不咒也。至于宣王，思习先望之德，心智不弊，明文武之功业，周道灿然复兴，诗人美之而作，上天朝之，身贤佐，后世称通至。 PG 750。今不觉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。孔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。故治乱废心在于己，非天降命不得可反，其所操持被谬失其统也。
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治而自治者，此受命之福也。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，故天瑞应臣而治。书曰：白鱼入于王舟，有火覆于王屋，刘屋此盖受命之福也。周公曰：父哉父哉。孔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，皆积善类德之效也。及至后世，盈溢衰微，不能同理群身，诸侯背叛，残见良民以争壤土，废德教而任刑罚，刑罚不中，则生邪气，邪气积于下，怨恶处于上，上下不和，则阴阳谋周而交孽生矣，此灾亦所愿而起也。臣闻命者天之令也，性者身之直也，情者人之欲也。或妖或兽，或人或彼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萃美，有治乱之所在，故不齐也。孔子曰：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故尧舜行德则民人受，桀纣行暴则民鄙夭。为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由逆之在君，为真者之所，由矜之在荣，为也者之所著。随之思，动之思和，此之谓也。陈景案春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于政。政次王，王次春。春者，天之所也；政者，王之所也。其义曰：上承天之所，而下以政其所，政王道之端云耳。然则王者欲有所宜，求其端于天。天道之大者，在阴阳，阳德阴行，行主杀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养长，是阴常居大冬，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行也。天使阳出不失于上而主岁功，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左阳，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。中阳以成岁，明此天意也。王者成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行。行者不可任以治事，由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正而任行，不顺于天，故先望末之肯也。 PG751 经费先望德教之官，而独任执法之力治民，吾乃任行之意语。孔子曰：不骄而诸谓之虐，虐正用于下，而欲德教之背似海，故难成也。陈景案春秋谓一元之意，义者万物之所从始也，元者慈之所谓大也。谓宜元者，是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春秋深叹其本而反自贵者始，故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，四方正远近，莫敢不依于正，而王有邪气兼其间者，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直，五谷熟而草木茂，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赖臣，诸福之物可治之祥，莫不必治而王道中矣。孔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以夫自卑可治。
此物而身卑贱不得志也。今陛下贵，天子富有四海居的治之位，操可治之事，又有能治之资，行高而恩厚，知民而义美，爱民而好事，可谓义主义。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治者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利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完也；教化废而奸邪并出，刑罚不能甚者，其堤防坏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大物利。太学以教于国，设养畜以化于义，建民以仁，磨民以义，结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计乱世也，扫除其而息去之，复修教化而重启之。教化以民，习俗以臣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王道已失天下，秦继其后，独不能改，又益甚之。众敬文学，不得邪书，弃捐礼义而恶闻之，其心欲尽灭先甚之道，而专自自苟简之志，故立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。自古以来，未尝有以乱济乱，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遗毒 PG752 余烈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消顽，底貌疏汉，熟烂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腐朽之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今汉继秦之后，如朽木粪墙矣，虽欲善治之，王可奈何？法出而艰深，令下而乍起，如以汤止沸，抱薪救火，越甚王义也。窃辟之情色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根张之，乃可古也。正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当根张而不根张，虽有良弓不能善钓也；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：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今临阵而愿至七十余岁矣，不如退而更化，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。诗云：以民宜人，受禄于人。振而宜于民者，故当受禄于天。夫仁义礼之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，武者修饬，故受天之朝而享鬼神之灵，得失于方外，言及群生也。天子览其对而异焉，乃复策之曰：至曰，盖闻于舜之时，游于炎狼之上，垂拱吾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时，而与内议治。夫帝王之道，岂不同条共贯与？何易劳之书也？盖简者不造玄黄旌旗之事，即至周氏，设两官，陈大陆诸干御妻，八亿臣于庭，而送身心。夫帝王之道，岂易止哉？或曰良玉不传，又曰非文王以福德，二端一焉。因人执五行以都监，
商肌肤以陈恶。陈康布氏四十余年，天下不犯淋雨空虚。秦国用之，死者甚，行者相望，拿以哀哉，呜呼。郑肃勿成心，为前帝王之献，永思所以奉至尊张宏业，皆在立本任贤。今郑清根及田以农先劝孝弟重有德，使者观盖相望，问勤劳，续孤独，尽思及神，功烈修德位。 PG 753。 史云惑也，今阴阳错谋，分气冲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连齿冒乱，贤不孝浑淆，未得其真，故降言特起之事，庶几乎。今子大夫呆诏百有余人，或道事物而未济，积诸上古之不同，考之于今而难行，吾乃迁于文系而不得逞语，将所咒艺术所文书方语各悉对者于篇，无会有私，明其旨略，切磋究之，以称正义。众书对曰：臣闻尧受命以天下忧，而未以为乐也，故诸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得舜禹济高九纣，圣辅德，贤能佐直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人乐意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理，从容中道。故孔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，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训于位以禅于舜，尧崩，天下不归，尧子丹朱而归舜，舜之不可辟，乃及天子之位以与相应。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吾而天下治。孔子曰：韶敬美矣，又敬善矣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之，残贼百姓。伯夷、太公皆当世贤者，隐处而不成守，直之人皆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，天下拿乱，万民不安，故天下去因而从周。文王顺天礼物，施用贤圣，是以红腰大颠散遗身等义具于朝廷，爱施照明，天下归之，故太公起海滨而集三公也。当此之时，纣上在上，尊卑昏乱，百姓散亡，故文王道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而不暇时明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系万世，见素望之文焉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条贯同，然而劳逸逸者，所欲之时亦也。孔子曰：吾敬美矣，未敬善也，此之谓也。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事，所以明尊卑，亦贵贱，而劝有德也。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，改正朔，亦服色，所以应天也。然则观至今，其之治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：奢则不逊。 PG 754。 俭则固，俭非圣人之中治也。臣闻良玉不撰，资质润美不呆客撰，此王亦于达向党人不学而自知也。然则常玉不撰，不成文章，君子不学，不成其德。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才诸位，绝路矣。
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名小于礼义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义，平残贼，周公作礼乐以闻之，至于陈康之龙，临与空虚寺十余年，此亦教化之见而仁义之流，非独伤肌肤之效也。至秦则不然，施身伤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曾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俗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。诸民而不察时，善者不避免而犯，恶者未必行也。是以百官皆是虚辞而不顾时，外有弑君之礼，内有背上之心，造势诈，去利无耻，又好用残酷之力复敛王度，结民财力，百姓散亡，不得从根之之业，群盗并起。是以行者胜，死者相望，而坚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此之谓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海内莫不律服，广览兼听，及群下知之，尽天下之美，至德昭然，施于方外。夜郎康居，书方万里，说德归义，此太平之治也。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，待望心来加焉。曾子曰：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愿陛下应用所闻，设臣于内而治行之，则三王何益哉？陛下亲耕及田矣，农先素物诚心，忧劳万民，思维罔顾，而务以求贤，此亦尧舜之用心也。然而未云获者，是素不立也。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，譬犹不濯浴而求文采也。故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，太学者，贤士之所观也，教化之本源也。今以一郡一国之对王应书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绝也。臣愿陛下兴太学，治民师，以养天下之士，数考问以尽其才，则应郡以可得矣。今之郡守、县令、民之师帅，所使臣流而宣化也。PG 755。故师帅不贤，则主德不宣，恩则不留。今历既王教训于下，或不臣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是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。是以阴阳错谋，分气气塞，群生寡碎，黎民未济，皆常力不明，始至于此也。夫常力多出于郎中，中郎立两千石子弟选郎吏，又以父资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公者，以任官称职，差非未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才虽累日，不离于小官；贤才虽未久，不害辅佐。是以有司竭力尽之，务治其业而以复功。今则不然，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治官，是以廉耻冒乱，贤不孝浑淆，未得其真。臣予以使诸列侯、郡守两千石各择其利民之贤者，遂共各二人以给粟位，且以观大臣之能，所贡贤者有赏，所贡不孝者有罚。夫如是，诸侯立两千石皆尽心于求贤，天下之事可得而观始也。
便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圣意而尧舜之民可及也。吾以日月公时事贤能上量才而受官，禄德而定位，则廉耻疏禄贤不孝亦处矣。陛下嘉惠宽臣之罪，令勿牵制于文，使得切磋纠之，臣感不敬于。于是天子复策之，至曰：盖文善言天者必有真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。故正垂问乎天人之应，上加唐虞，下道桀纣，尽为尽灭尽明。晋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。今子大夫明于阴阳，所以造化，习于先圣之道业，然而文采未及，岂获乎当世之物哉？条贯迷境，统计魏忠义政之不明语，听若炫语。夫三王之教所足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为久而不义者道也，亦岂义哉？今子大夫既以这大道之极，臣治乱之端矣，其息之究之，孰之复之师不云乎？皆尔君子，无常安息，神之听之，戒尔谨服，朕将亲览焉。子大夫其貌明之。众叔父对曰 ：PG 756。臣闻《论语》曰：“有事有促者，其为圣人乎？”今陛下信嘉惠，留听于臣学之臣，复下名策，以切其意而究竟甚德，非于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对条贯迷境，统计不中，词不别，白纸不分明，此臣浅陋之罪也。策曰：善言天者必有真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。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，故便复包含而摩所书，见日月风雨以和之，今阴阳寒暑以成之。故圣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普爱而王思，不得失人以后之，设义立礼以导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人者君之所以爱也，夏者天之所以长也，德者君之所以养也，霜者天之所以杀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罚也。昼此言之，天人之争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魁之天道，下执诸人情，参之于古，考之于今。故《春秋》之所讥，灾害之所加也；《春秋》之所恶，怪异之所失也。叔邦家之过，兼灾异之变，以此见人之所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，此亦言天之异端也。古者修教训之官，物以德善化民，民以大化之后，天下常亡一人之欲矣。今是废而不修，亡以化民，民以固气行矣，而死财力，是以犯法而最多，一岁之欲以万千数，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。故春秋变古则讥之，天令之未命，命非圣人不行，直朴之未信，信非教化不成，人欲之未情，情非度志不节。是故王者上谨于臣天意，以顺命也；下务明教化民，以臣信也；正法度之宜，别上下之序，以防御也。修此三者，而大本具矣。人受命于天，故超然异于群生，入有父子兄弟之亲，
出有君臣上下之意，汇聚相遇，则有其老长幼之师，灿然有闻，以相接，欢然有恩，以相爱，此人之所以贵也。身无谷以食之，桑麻以衣之，六畜以养之，伏牛乘马，圈豹见虎，是其的天之灵，贵于物也。故孔子曰：天地之性人，贵名于天性。知自贵于物，知自贵于物，然后知仁义，知仁义，然后重礼节。PG 757。重礼节，然后安处善，安处善，然后乐循礼，乐循礼，然后位知君之。故孔子曰：不知命，罔以君子，此之谓也。策曰：上加唐虞，下道桀纣，晋为晋灭晋明晋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。臣闻少臣多，积小至臣，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民，以为治险。是以尧发于诸侯，顺心乎深山，非一日而显也，盖有见以治之矣。言出于矣，不可塞也，行发于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敬小者大，甚为者者。诗云：唯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狐遥今今日，行其道而顺业业日至其效，善积而明显，得彰而深尊，以其敬民敬昌之道也。积善在身，由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；积恶在身，由火之消高而人不见也。非明乎情性，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？此唐虞之所以的令民而桀纣之可道具者也。夫善恶之相从，如景象之应行生也。故桀纣暴慢，谗贼并进，贤之隐伏，恶日显，国日乱，晏然自已如日在天，钟灵夷而大坏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见智。故桀纣虽亡道，然有享国十余年，此其尽为尽灭之道也。策曰：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为久而不易者道也，亦岂易哉？臣闻夫乐而不乱，富而不厌者谓之道，道者万事之弊，弊者道之师也。先望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正有昧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旧易弗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：亡而治者，其顺乎？改正朔，易弗色，以顺天命而已，其余尽循尧道，何更哉？故亡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时。然下上中因上进，周上闻者所记之旧，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：因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下因于愚而独不言所损亦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痛也。道之大原初。 PG 758。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既舜，舜既尧，三圣相授而守一道，王就必之正也，故不言其所损亦也。纣是观之，既至
是者其道同，既乱世者其道变。今汉既大乱之后，若以少损周之文治，用下之中者，陛下有明德家道，敏事欲之弥薄，道王道之不昭，故举贤良方正之事，论义拷问，将欲新仁义之灵德，明帝王之法治，建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孝，述所闻，诵所学，道师之言，仅能勿失耳。若乃论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喜好，此大臣辅佐之职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众书所能及也。然而臣妾有怪者，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亦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习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矜而止，立王奸邪，明王盗贼，凌与空虚，得润草木，则被四海，凤凰来集，麒麟来游，以古准今，一何不相逮之远也？安所谋周而临夷若是？亦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，有所诡于天之理与？是之于古，反之于天，党可得见乎？夫天亦有所分与，与之耻者去其脚，负其义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与禄者，不食于利，不动于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义者也。夫以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？此民之所以萧萧苦不足也。身宠而宰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，因臣富贵之资利，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？是故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薄其业，处其机位，务辞而亡矣，以破促民，明日消月尽，尽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现役，贫者穷极愁苦，穷极愁苦而不上救，则民不乐身。民不乐身，上不必死，安能避罪？此刑罚之所以翻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以法矣，治大夫之所当循矣，行也。故公以子相鲁，知其家见之薄。 PG 759。 怒而出其妻，食于舍而如葵，运而拔其葵，曰吾以食禄，又夺元夫红女利乎？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，明化其廉而不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于义而急于利，王推让之风而有真田之颂，故诗人及而赐之曰：结笔南山，为石岩岩，赫赫诗隐，名句而瞻尔。好义则民相仁而俗善，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。由是观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放之，远者望而笑之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庶人行哉？夫惶惶求财利常恐乏愧者，庶人之意也；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名者，大夫之意也。义曰：富且沉，至寇至，乘车者君。
子之谓也，负担者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，其患或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功宜修之相鲁王可者矣。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长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师义道，仁义论，百家书方，旨意不同，是以上王以持一统法治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矣，诸不在六义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务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习，然后统计可议而法度可明，民之所从矣。对季弼，天子以仲叔、江都乡，是义王。义王，弟兄，素交好勇。仲叔以礼义匡正，王敬仲焉。久之，王问仲叔曰：“越王勾践与大夫谢雍、仲离谋伐吴，遂灭之。”孔子称应有三人，寡人亦已，越有三人。桓公决疑于管仲，寡人决疑于君。仲叔对曰：“臣愚不足以奉大队。”闻习者鲁君问柳下惠：“吾欲伐齐，何如？”柳下惠曰：“不可，归而有忧色。”曰：“吾闻伐国不问人人，此言何至于我哉？徒见问耳，且犹修之，况设诈以伐吾乎？”由此言之，越本无一人。夫仁人者，正其义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门，五尺之同修称五。PG 760。伯，其先诈利而后仁义也。苟诈而已，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。五伯比于他诸侯，贤其比三王，有五夫之与美誉也。王曰：“善。”仲叔治国以春秋，灾异之变推阴阳，所以错行，故求与避诸阳，纵诸阴，其止与反噬，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中大夫，先是辽东高庙，长陵高原殿灾，仲叔居家推说其义，草稿未上，主父掩后仲叔思见及之，窃其书而奏焉。上诏是诸儒，仲叔弟子吕布书不知其诗书，以大愚。于是下仲叔立，当死，诏赦之。仲叔遂不敢复言灾矣。仲叔人廉直，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至春秋不如仲叔，而弘昔是用事，谓至公卿。仲叔以弘从于弘及之，交西王义上兄也，由纵字数害力两千石。弘乃言于上曰：“读懂仲叔可使相交西王。”交西王闻仲叔大儒，善待之。仲叔恐酒获醉，并免。凡乡两国，则是交王，正身以律下树上。叔见真，教令国中所居而至，即去未归居，终不问家业，以修学著书。是仲叔在家，朝廷如有大义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知其对，皆有明法。自武帝出立，为其武安侯，相而隆如矣。及仲叔对策，推明孔氏，益处百家，立学校之官，周郡举茂才，孝廉皆自仲叔发之。年老，
以受终于家，家袭茂陵，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众书所者，皆明经术之意，及上书调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说春秋，是得失、文举、玉碑、翻漏、清明、竹林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余万言，皆传于后世，多其窃当。世师朝廷者者余篇。赞曰：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，虽依吕王以家管晏之属，伯者之佐，殆不及也。至相子欣以一 PG 761。吕乃圣人之偶，王者不得则不欣，故冤死。孔子曰：一天丧于唯此一人，能当之，自宰我子干、子由、子夏不语焉。仲舒遭汉臣秦灭学之后，六经离析，夏为发愤，前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一，群如首。然考其师有渊源所见，犹未及乎由夏而曰管晏弗及一吕不佳过矣。至相曾孙公笃论君子也，以心之言然。PG 762。